来医院接老子婆回去，现在听到绿水的时候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老子婆，你要弄点早啊？不早了。老奶，你好的差不多没有，老子婆？哎，老奶，我来了。好的没有？好的。回去了，要的。那你们接我来了。哦，来接你。要把行李了，办手续办过没嘛？就是下楼梯办。好要的。我这门乖呀。你自己去干手续了嘛？要干活好不？要。嗯，想给把出院手续办了。这个小豆豆的老子们，那孝顺吧呀，你孝顺就来讲一下叔叔。走得了不？走得了，咋子精神好了，没问题的哦。进步得很了，跟以前差不多了，我认为。因为呢，这几天都没如何活动，那一直床跟睡觉都是趴的。我就是趴的。但是精神状态没问题的。